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跟住落嚟咧，我會講嘅部分咧係總目112，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呢一部分咧，只有一條修正案，不過呢條修正案咧係非常之重要嚇。修正案編號553，係梁國雄議員提出，以決削減分目366而將總目112削減3725360元，削減大約相當於立法會的35名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的酬金，當中一名內務委員會主席暨代理主席及三名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的全年預算。這一條總目，這一條修正案，我想梁國雄議員是非常之精心地設計出來，在這個總目也是只此一條。我亦希望呢，所有贊成全面直選取消功能組別的議員呢，亦都特別記低這一條修正案的編號553，到時呢是投票支持這個議案。梁國雄議員提出這條修正案是值得各位議員去肯定和支持，以此表示對爭取普及而平等的政改的決心。廢除功能組別呢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步。一直以來，功能組別的倡導者都是以均衡參與為主要論據，他們認為立法會設置功能組別正是為達至社會各界在代議政制中的均衡參與，亦都是為了盡可能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一方面，他們一再聲稱功能組別涵蓋了本港各個主要業界的代表，具有廣泛代表性；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在本港代議政制尚未成熟的情況之下，目前仍然沒有其他合適的模式可以好像功能組別那樣能夠比較全面地顧及各界的利益。講到這個題目，我們必須要看少少歷史。其實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英國人統治殖民地時代，當其時1985年，政務司就是中日傑爵士，他指出在立法會裏面設置功能組別應該是一個過渡安排，讓一個沒有直選制度的議會過渡至完全由直接選舉產生。功能組別設立的目的是要安撫商界及專業利益，為他們提供額外的投票權，保障他們在立法會裏面的聲音。試問這個過渡安排，香港人一等，等了30年，一直等到現在都未知有沒有真普選，有沒有令到每個香港人都有平等的投票和被選舉權。為什麼功能組別這個過渡的措施會持續運行至今？為什麼我們仍然在這裡要討論功能組別應不應該繼續存在下去呢？根據梁國雄這個動議，我亦相信就算大家通過了削減他們的酬金，都無損他們會繼續沒有酬金都代表界別利益呢在這個議會那裡發揮他們的功能。其實早有學者指出，由功能組別選出的議會代表的制度呢，通常是一個認受性低的政權，是為了穩定政局而採取的手段。當政者將社會各界利益帶入議會，而政府呢就跟著各界分享這個政權，以換取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但歷史告訴我們，這種所謂政治分贓是絕少是成功，因為社會的不安、政治的不穩不是靠這些關係可以解決的，而政府的認受性也是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正在爭取 真普選、2017真普選，其實亦都同時間是要取消功能組別。功能組別是小圈子裏面的所謂均衡參與，
是的，在這個小圈子你們作出一件事出來，說是均衡參與，但是就破壞了這個大社會的均衡。從政制來講，其實功能組別早已經失去了普羅大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令到我們整個議會失去公信力。因為功能組別令到立法會所反映的議決是扭曲整體的民意，這個也不用特別去詳細解釋。功能組別的存在再加上分組點票，18個人就可以否決整個議會大多數議員的決議。所謂功能組別的均衡參與的均衡，跟普及平等的原則亦相差好遠。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都規定，公民應享有真正的定期選舉中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要依據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保證表達的自由表達的意願。功能組別很明顯就是不合乎這些原則，因為無論是投票權和被選舉權都不是以普及和平等的形式出現。如果功能組別真的要反映業界意見，現在我退一步說，那為什麼有些組別會有公司票、團體票，而是剝削從業員的選舉權呢？很明顯名副其實，現在我們這個功能組別，如果用功能組別的把尺去量它，它都是小圈子裡面的小圈子，即功能組別的人都對這個制度有不滿。為什麼地產經紀他沒有資格在地產界那裡投票？為什麼保險那些天王他們又不可以投票，只是百多間保險公司的代表可以投票？金融服務界別就由不足 1% 的就代表整體業界的人員出來做代表。還有公司票呢，就令到選舉是會備受操控，即好像直選那樣，你梁國雄議員你生仔，我不生的，你生個三胞胎中票中人，你都要18年後才可以多三票啊，是不是？但如果公司票這個制度呢，只要有人肯將公司分拆成附屬公司，一變十票話都沒那麼易。公司票呢是嚴重影響選舉的公平，所以難怪真的越來越多即是有人話聽到，前高官馬時亨都走出來說，認為部分界別的公司票是應該取消的。另外所謂的均衡參與分佈是絕不均衡，連界別都有微言，所以功能組別的議員如果真的想棄暗投明，都不妨抄低這個 number， 修正編號553，到時支持一下。什麼為之均衡參與界別代表性呢？其實我們討論緊提名委員會的時候，同樣都是爭論這個問題的。即最多人舉漁農界了，漁農界議員是不是在這裡？如果你說商界按 GDP 的比例，因為你們那個對社會貢獻高，所以你的聲音要大一點，在議會又好，在特首選舉過程又好，那漁農界比教育界就小了成500倍的，論 GDP 我又看不到漁農界的 GDP 大到去哪，那為什麼功能組別它又佔了1/35呢？論議員的代表性，我不針對現在當選的議員，但大家都知道代表功能組別的議員呢，他又不用真的在那個功能組別裡面日日是做緊那樣工作的，只要你有些拉更弄到個關係又可以做代表的了。所以由此可見，功能組別的席位分佈連功能組別裡面都覺得是不公平不均等。而有些名堂很大的界別還叫人難以掌握，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為例，我就不知道這四個界別裡面怎樣可以均衡參與、均衡代表。即如果政府說蘇錦良的局都要拆開兩件的話，那這個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是不是又要分件擴大功能組別呢？
由政改而言，功能組別的問題當然亦影響了，這個也是本身的根由，影響了提名委員會四大界別，主要都是由功能組別衍生出來，這個變相亦是令到界別的選民比普通的市民有大很多倍的提名權。大家認為香港的下一代年輕人會不會接受這個叫做真普選呢？永久性保留功能組別，永久性令到行政長官所謂的普選是受制於一個封閉篩選的機制，這些又算不算是有商有量呢？所以為什麼梁國雄議員要提出這個修正案553，扣減了這35位議員的人工呢？過去當然即有人說功能組別因為就有專業界別，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好，如果沒有功能組別，立法會是否沒有醫生呢？不是啦，有郭家麒醫生，他做過功能組別，他都可以投身這個直選。是否沒有律師呢？律師當然很多直選的律師啦。是否沒有梁美芬議員都是直選的，有法律背景啦。謝偉俊議員功能組別都可以投身這個直選。是否沒有商界呢？當然不是啦，田北辰、田北俊兩位亦都是直選的議員。所以我不繼續數下去。當然過去有些人就有個策略叫寸土必爭，就話呢立得幾多得幾多，功能組別都參加，即係攞得一席得一席。到呢當我哋喺功能組別都攞到半數議席嘅時候，未可以加入功能組別，否決功能組別囉咁樣。咁當然呢個我哋覺得係天方夜談，唔知當日呢個諗法嘅朋友今日係咪再堅持落去。到時投票的時候我想請一路講取消功能組別的議員呢坐定定在這裡支持這一條的修正案。香港是不是真的缺乏政治人才呢？我們當然覺得不是。只要有一個公平的制度，有一個階梯，就算是商界、專業界都會呢是可以參與這個直選，甚至是競逐這個特首，即是在政治那裡呢是看到這個前途，自然就有人肯參與，而不是一個小圈子純粹是講關係。推行真普選除了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都很重要這個不單只是基本的我們覺得香港人的政治權利，亦都是改善管治所需所以削減功能組別議員的全年預算人工的全年預算開支，其實是幫了香港令到香港更加加快那個民主步伐。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功能組別弱勢已成，認受度低無論是建制或者是民主派的議員都不能夠即盲目地去支持政府，如果還好像以前這樣的思維呢，即一定是被淘汰。所以我覺得功能組別留低沒什麼意義。所以現在雖然我們要取消功能組別不能在一個財政預算案裡面去處理啦，這個是一個政改的問題，但是財政預算案呢就我們可以削減政府開支將功能組別即削了你的錢，削不到你的權的你繼續都可以在議會裏面投票。不過如果計算的人那個可能沒錢了那不做咯，這樣這個是你們自己的選擇了。最後總結啦，如果功能組別仍然存在，只會令到專業團體商會更加政治化，凡是不親建制的專業人士都被打成跟政府對立，不願意跟政府對立亦都不能夠公開表態專業界別備受威逼利誘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逐漸令到專業失去超然獨立的地位和公信力，更何況是支持一些與民為敵的決議，不但只是損害立法會，亦都損害它界別的形象，亦都令社會是更加撕裂。所以希望大家支持第553條修正案，削減這3725萬3760元。
數字不是很多，但政治意義和決心的象徵意義就很大。本人謹此陳辭。